大家晚上好，我叫张文霞，今年我上高中二，我是棉兰人。今天我想介绍棉兰苏北省春节的传统。团圆饭后，我们会去参观全东南亚最大的佛塔——印尼棉兰的慈光弥勒佛院。让我们来参观参观。新春为人间祈福。服以后，我们可以去世界和平墙带回家一张祝福劝告卡。接下来我们会去点灯，点灯祈福，照耀吉年。这就是除夕夜，明天见。初一来了，恭喜发财。我们首先要对父母跪下，接受父母给的红包，然后我们就去奶奶的家拜年，亲戚团聚，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红包。这是我今年在棉兰过新年的视频。那在这个新年，我想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龙年行大运，拜拜。